而且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新闻，都是我弟传给我的。就我弟弟，哎、对我弟弟跟我说，他在 A 片群组里面看到我的脸，我都还问我有没有拍过。所以现在看到都会尽量避免啦，对，不是很舒服。而且我本人比较漂亮。啊，才五年，一百多个人才五年，太短了啦！昨天前辈的都没有用，对，没错，之前写的剧本都推翻了，没错没错。所以换脸那个可能也会加进去，哪一个？换脸那个 AI 换脸、那個、，AI 换脸就是没有加、欸。哦，我最近才收到那个法院送来的信，这样子。哦，我还想说你收到的那个账户的钱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没有求偿民事啦。应该拨款到你账上。我没有求偿民事，对，因为我交给律师处理了。所以你自己不用做任何的事情。对，我不用到现场，因为我觉得那个要面对那个现场有点太难受了，对，不太舒服，所以后来就全程交给律师。这就还在处理中的。对，应该已经差不多到尾声了。那尾声是会怎样？噪音之类的，对，是，对。其实我不知道，他应该会被判刑吧？我猜，哦、因为我只有告刑事，我没有告民事，所以我没有拿球场这方面。主要就是惩罚他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觉得拿那个球场好像也不是你想赚的钱。对，所以。大家可以都给我工作机会，让我赚一些我想赚的钱，付律师费的钱。对，没错，律师费很贵呢。对，然后你到现在花了多少啦？刑事，我记得刑事好像是8-9万，然后再加一些裁判费什么一个案子。对啊，然后我不会拿到任何钱，所以就真的就等到自己真金白银的支出。对啊。你就希望他被判重一点。我蛮希望的。那你看到他的新闻什么，你就赶快划掉吗？会有就是蛮不舒服的、欸，而且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新闻，都是我弟传给我的。就我弟弟，哎、对我弟弟跟我说，他在 A 片群组里面看到我的脸，我都还问我有没有拍过。我说哎，真的没有哎、欸。对他，然后那时候才发现原来是这件事情。对，所以现在看到都会尽量避免啦。对，不是很舒服，而且我本人比较漂亮。这倒是。没有看到他今天有新的判决结果出来。今天有了吗？这么及时？对，这么及时。什么样？被判改判五年。啊，才五年？一百多个人才五年，太短了啦。就是有二审又被加重的。已经有被加重。加重才五年。对呀、啊，哇，我。你觉得还可以再多一点？你觉得多长时间？这个，我觉得我不要再说话了。通常这时候再说话都不会说出好听的东西。